由许多热血青年组成的玉里青年会，在玉里大圆环担任捐血的活动之工，为民众填写报名表，测量血压。理事长表示，未来青年会将结合各项社会资源，举办青年的休闲活动、体育竞赛、青年创业的交流与活动。由热血青年组成的玉里青年会，在玉里大圆环利用捐血车捐血活动担任志工，为民众提供填写报名表、量测血压、赠送小礼物以及抽奖服务。我们青年会的年轻的一票的年轻人一起来为这个玉里这边也做一些简单的奉献。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多的钱，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本身的我们的血就是一个最好的香亭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结合了很多的我们优质店家，也是我们本身我们自己会内有很多优质的店家，我们都做配合，那有提供了非常多的折价券，也欢迎大家一起做爱心，然后可以跟我们这边的店家可以做一些非常棒的优质结合。玉里镇青年会长说，玉里镇青年会人才济济，经营聚集，有里长，有特色民宿业者，各个青年才俊，成员多为返乡青年，也不乏在地子弟，希望有更多人来加入。那我们每一个月都会办很多很棒的活动，也欢迎我们的年轻学子只要是45岁以内、18岁以上的都可以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跟我们一起呢打拼，一起为玉里更好。玉里镇青年会长说，未来青年会会将结合各项社会资源，举办青年的休闲活动、体育竞赛、青年创业的交流与活动，心有余力也会号召更多的青年朋友投入各种社会公益，像捐血公益服务活动这么有意义的活动，不久之后将再度向捐血中心争取服务的机会。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